红衣司机由民间企业甲大学来合作，捐赠了五千个机灵德川翠安套，也个一千箱的机灵杯啊，和中华家护中心，也个红岛老人基金会。工厂内底工作人员无闲伫咧工作，要做出上好的翠安套，也个优质的压力瓦。原来这间厂商就是位伫咧下头的宾特利公司，少年的总经理本身是大业大学高阶经理人、硕士研究生，所以才会甲学校合作关进这批补助。因为这次的武汉肺炎非常的严重，然后现在有慢慢的趋缓当中，所以我们这次透过大业大学的部分，我们捐赠一些口罩套啦，还有压力袜给在校的护理人员跟弱势团体，然后尽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。受到疫情冲击，各行各业经营拢真辛苦，就连家护中心也感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变少，所以大业大学也够在地宾特利公司伫咧无景气当中。也个会记哩，爱关注这家护中心，也个有红德老人基金会，感觉真感谢。那彰化家护，我们这边的家庭来讲的话，好，可能就说他们家庭接触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新住民或一些什么生活环境的关系，还有学生也要上课，我们还有身心障碍的孩子，哈，那这些台来讲，我们安置的这些孩子，他们也需要一些口罩，哈，来做一个防疫工作。那至于说现在口罩，哈，虽然说政府这边也足够了，但是能省则省。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次的一个竹炭的一个有机的一个口罩，能让我们节省更多的口罩来做一个防疫工作。五千个竹炭机能的翠安套，也够有一千箱的压力袜，透过学校关进后就社，也够有社会团体，除了先进企业的社会责任，也好在受助社团感受到这个艰苦的时刻，也是有善心人士会记得他们的需求，大家愿意这回共同渡过难关。中视新闻柯淑媛台传播的。